自己分配吧，就是你要拿什么东西放在对应的那个地方。什么？不是对号 NPC 键，空格键啊。鸡蛋，鸡蛋在这儿，没放进去，没放进去，没放进去。对吧？我放在这儿是吧？不是，放在这儿。鸡蛋，然后拿去烤一遍，再放回来。好，然后是面包，面包给送他那边就可以了，然后送到一，送到哪去？企鹅网，送到企鹅网那边。好，完成了。等一下，面包，烤肉，肉，肉在下面。然后拿去烤，好，还是肉。让我放在这儿，放汤那边，放这里，然后是面包，好，然后送餐送到白雪人那里。烤肉，鸡蛋在这儿，面包。餐送到猪那边，这边，那该不会右边这五个都是未来的对应的职业吧？那些怪物职业，哎，他已经帮你完成了，烤肉豆，烤肉。是肉，哎，没送到。面包，然后领餐送到猪。好，还有一次，鸽子走的最快，面包，看谁送快一点，赶快五万分就结束了。
哦，完成了，一共花了5分钟。啊，35而已，也挺多啊。多了。